看看前方。公交车它是在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需要右拐，你车头都已经拐过去了，自行车它是要往前直行过马路，但是公交车都已经拐了，它还在往前面挤，就把那个自行车停在挨着公交车的地方，就停得特别近。公交车司机在车头呢，就指着司机就骂：“谁走谁不是人养的，就别劝我了，你要劝劝司机去，你让他给我跪下我就走。”就气人了，就好几个人都劝了吧，北京的大爷，然后还有大妈什么的都劝了，然后警察来了就跟警察带走了。梨视频客户端全新上线。